在声声叫着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侍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